释迦愿王啊出的普贤菩萨叫做恒严品，恒严品呢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卷。那么普贤菩萨那么教导那么就是要是想着成就如来的功德庄严那么要修这个十大愿菩萨好，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那么我们身要是礼，身口意，意业要是敬，加的称赞如来，那么余业就是称赞如来，念佛也称赞如来，无量光佛、无量寿佛，那么无量光、无量寿的觉者，这都是称赞如来，称赞觉者，称赞佛。那么这个念佛就是称赞，那么称赞佛余业不但是清净，余业还有修的功德，礼敬诸佛，礼是身业修的功德，敬是意业修的功德，头两大愿就是 身口意修功德，不但是清净，身口意修的都是功德，而又就是我们礼是礼的佛，敬是敬的佛，称赞如来也是称赞的佛，这三业，那么这样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第三呢，就是广修供养。那么经文里说是我们供佛呀。那个灯，灯油像海水，四大海水那么多，灯芯呢像须弥山那么高，那么其他的种种的供养，那这都是属于事供养，还不如法供养。那么什么是法供养呢？那么说是，或说是，一者是。这个如所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舍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那么接着就清修善根也是供养佛，那么不舍菩萨业也是供养佛，那么最后所得基础就是不离菩提心也是供养佛。那么这叫法供养，在诸供养中法供养最，那么这样的供养超过供佛的灯啊，灯油像四大海水那么多，灯芯那么像须弥山那么高，超过这个事供养。那么我们虽然是法供养啊，也需要。那么是供养香花灯烛果擦拭宝珠仪，那么种种供养，那么借着是供养我们修法供养才好。那么我们总是常常提示着，总是常常要修这个法供养，念佛也是法供养。那么接着就是忏悔业障，恒严品里说呀，我们五始劫来以至于今天呢所造的业障啊，无量无边，无形无相，要是有形有相啊，要是有形有相啊，尽虚空界容纳不了，容纳不下，因为无形无相我们看不见，看不见可是有啊，所以那个出了车祸或是飞机爆炸，那么再就是好好的身体出了癌症，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业障所使的。我们要是理
医药我们也是求也是治可是医药那么达不到了我们就多就是全依靠佛菩萨那么医药能治我们也是念观音菩萨也念阿弥陀佛能遇到对症的药药到病除要不然哈吃药不对症白吃你自己喝着吃错了还加重。那么说是和礼敬诸佛要配合起来呢我们礼敬诸佛忏悔业障那么称赞如来也是忏悔业障那么广修供养也是忏悔业障那么我们要是广修供养就是十常常提起啊那么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呢我们佛门弟子常常念佛常常反省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常常这么反省能不再造业所以佛门弟子就是这个忏悔业障要比孔门那还高可是孔门要是像曾子这样的吾日三省吾身也很了不起也很难得无者就是随喜功德那么众生所修的功德我们跟着一通做就是随喜功德那么我们不起障嫉妒心那么这样的众生的功德我们等等随喜都能学来但是这是那个子伯大师说呀那么随喜功德能破除我们的这个嫉妒心那么还有呢佛门弟子要是有什么好事大家一起做戮力同心一同做那么重情义举啊特别是很重的那个包顶啊那么轻不起来可是大家一起轻就轻起来了重情义举那么这个佛门的功德那么容易成就所以是这个随喜功德一直是那么能对治我们凡夫的这个嫉妒心呢进一步呢就是佛门的世界大家戮力同心呢重情义举那么第六呢就清真法轮我念到这时候我就多少观想啊那么菩提树下呀那么释迦如来放光动地呀出成正觉那么佛开始就说七载七载一切众生悉皆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但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么要是那么转过去离开这个妄想执着呢则一切智自然智物实智那么悉得现前都能成就那么但是清净法轮呢观想佛陀放光动地啊一方面体会到心上我们心里头求心都佛转法轮啊时常提示与佛法提示我们心头啊那么也算是心在我们的心里头转法轮那么佛法说得很好但是这是我看那个基督教天主教说虽正道又是虽讲道那么佛法不佛法叫转法轮那个意思这个法轮一转能从此岸到彼岸那么说法轮一转能把这个路上啊还是这个柏油路上啊那个
荆棘呀、啊，哎，那么沙粒呀、啊，都能把它破除，就是能碾破我们心地上的这个烦恼，哎，那么重。那么再就是法轮一转，能使我们生生灭灭这个心地能转成不生不灭，转平它，碾平它，这就是听转法轮的，那么意义又好，啊，那么说出来这个还很雅的，很温雅的转法轮。那么我们能回到心里去，那么我们心里就转法。第七呢，请佛住世，我们观想啊，娑罗上述啊，中殿，那么释迦牟尼佛在那，2月15啊，是印度春天，百花盛开，二月十五的这个子夜呀，半夜12点前呢。世尊将入涅槃，那么百花盛开，眼前的江水呀、啊，说是春江花月夜，是人生那么玩乐呀、啊，那么享受的那个境界，而佛就在这中间实现将入涅槃。或那个游寺门呐、啊，遇到老病死苦啊，那个意思相通，那么惊醒人呢、啊，不要享受人间的那个美景，老死到来，我们怎么能超越过去？这两棵树，释迦佛在中间，旁边有罗汉，那么有正这个初果、二果、三果的这个这是罗汉算是小乘的圣人，初果、二果、三果是小乘的行，那么仙人也可以。那么这个罗汉呢，断了这个见思鹤呀，他不哭，他当看见世尊很快，刹那之间80年过去了，这个初二三果的这个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呢，他看佛要入涅槃呢，他就哭了，他没有思鹤没有断，所以意思是在戒律中呢，我们佛门弟子要是一种。遇着像我那时候父亲故去了，我就提示那么不哭好，可以说是可以能说不是生中的习惯，我满心的悲伤啊，可是我是没有哭着。那么但是这两棵树东西南北四角，一角一两棵树，这两棵树一棵呀是繁荣的，一棵是枯萎的，那么就代表啊，这是世间的事情哈，它就那么早晨旭日东升，或是晨光喜为，以至于我们在早晨静悄悄早起的在那用功。这是正用功的好时候，那么晚间花灯初上，都是人间造业的时候，受苦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啊，就是相通的树，要是在凡夫人看，那么这个世间这个太花红柳绿的，那么太热闹了，人间哈、那么
本来平平常常的，那么用纸啊，用种种的材料打成狮子，就是那么刷狮子，打成龙灯，龙灯，那么就刷龙灯，鞭炮响，就感觉心里忙乱热闹，啊，那么没有的事情，那么就有拍酒，有麻将，有扑克牌，大家就玩。那么玩了，中间饿了，饿了就吃，吃那么喝酒，那么划拳，那么其他的人间造业种种的事情啊，我们看着就是没有意思。我出出家呀，但是出去晚间呢，叫的冷冷清清的。那出家久了，就不敢这么。听到书人呐、鞭炮响，我感觉就是书人在那享受。我们感觉又这是可以说又是一年呢。光阴过得很快。那么世俗的人就是看着世间呢太热闹了。8月15，那么吃月饼，那么祭奠月亮。5月15吃这个粽子，过年的那个热闹的就更多了，龙灯狮子，种种。那么就是反复看见世间呢，要是乱看世间，这人就是寂寂静静，有什么？没有什么。反复就把它看得热闹，就譬如啊，佛在寺边的四棵树啊，那么有四棵是繁荣，就是代表繁复的眼。那么乱的眼呢，看呢没有什么，那没有风，没有雨，那个树木就在那地方，也不动，没有什么，本来本质不生。那么一枯一荣啊，就代表啊，凡夫的眼看世界，或那个小乘罗汉的眼看世界。进一步呢，就是那么菩萨的眼。菩萨的眼呢，所以罗汉就是看的静悄悄的，那么我们就随着这个大地啊，就这么沉寂，都这么静下去。菩萨感觉不然，这都是菩萨的事业。那么说是到病院呢救济病人也好，助念堂给助念也好，我们那么除夕晚间。那好好大家一起放放猛山也好，抄的小亡魂呢、人间这个春江花月夜都是恶鬼啊亡魂的呢受痛苦的时候，我们放猛山也好，或者送送经也好，那么再就是我那时候和道元老法师讲起来，就是这个基督教天主教这个修女我们很钦佩。那么我要这么说，你道元老王说那都是婆罗门女哦，那都是那个这个观音菩萨示现哈，有婆罗门女嘛，也救度众生嘛，示现就是外道。可是呢有没有是也是菩萨实现的，都是菩萨救度众生那个样子，那个我们很钦佩。不过是不是我们佛门弟子哈正恨正当的所作修行，我们还是诵经啊、礼忏啊、念佛呀、拜佛打坐呀，解门啊、行门啊，完全并进，这比这是我们佛门弟子的正当的修行的这个行为才好。那么菩萨看着世界呢，那么什么事业都可以修，那么讲经也好，说法也好，那么拜佛打坐也好，种种太多太多，无量无边，八万四千
法门呢，都是菩萨度众生的这个事情的资料。所以说菩萨看的这个树是看的翻译，罗汉看的枯萎，那么佛呢在中间涅槃，就是佛不枯不荣，那么佛在中间，那么非空非有，即空即有，中道第一地。那么接着就是昌虽佛学，同学叫我写个字，他毕业，写个字，我写个什么呢？想来想去，我就写个昌虽佛学吧，再接再厉，昌虽佛学。毕了业了，菩萨的职业还没完，还都是菩萨，还有菩萨的职业继续往前，进修嘛，昌虽佛学。那么亨顺众生，那个经文是说，比如旷野，那么有个大树，你经里还有这么说，树太大了，就很高，就称作大树王。那么要是这个大树根上没有水，干了就枯萎了。那么要是根上有水，泥巴又土又肥，又好好浇水。这个枝叶花果，这个大树王的枝叶花果都繁茂繁荣，那么说是生死旷野，那么众生这个是棵大树，那么诸佛菩萨要以大悲水饶益众生，这就能这个繁荣啊，这个生死旷野中的那个菩提树王。那么这个就是一切这个菩萨的事业都是一度众生，就是我们在那打坐拜佛，那么也是给众生实现。那么就是叫恒顺众生。第十呢，就是普皆会相，我们所作所为的普相给一切众生啊。那么这是会自相他。会众生不是尽教众生升官发财，都是尽选举都能选得上，那么会向众生是说众生，那么都通通佛道，都会向阿弥陀的三不三不提，这是会小向大。那么一举手一投足啊，就是扫扫地洗洗厕所，我们也会向，那么说众生将来一通成佛。那么会自向达，那么会小向大，这是再就会向真如，那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们所做的自利利他，以及护持佛法弘扬佛法，那么都是为了开显我们的自信真如，这是会是向你。那么回向还没有这有这三种，那么十大愿王啊，那么我那时候有问一位蒙古的喇嘛爷，我的父亲呢，那么在临终啊，请他给加持啊，受的那个受的戒，以后他在父亲故去了，他也在我住家，我留着给父亲超度啊。修行呢，我就问，我说是，那么我们佛门弟子，我想常常送一种经，送什么好？他那蒙古人的，他说汉话，乌噜乌的，我能听着是叫送普贤菩萨弘扬经好。那么我以后出家呀，我还也是背过这个普贤弘扬，就是太好了。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们这十大愿王啊，没有清净，念念相续，没有间断，甚于一业没有疲厌。那么有的时候也是疲厌，也是厌倦，要提示十大愿王呢，那么疲也不疲的，厌倦就不厌倦。我讲话讲的这。